呢半年我又拍咗531条片，你估下有几多条可以落到广告？大家好，俾少少时间你哋谂下。咁唔系啊，因为个 account 唔知今日唔知听日事，仲要呢个 account 都有机会系濑埋噶嘛。做定心理准备，点都好过到时吓。乜唔系咁样就得嘅咧咩？即系冇微博，我亦都唔会讲呢啲说话，同埋俾个目录大家睇下有咩兴趣咧。就你哋可以 download 埋落嚟，当然系你见到即有兴趣嗰啲啦，因为呢啲全部都旧文嚟㗎啦，我个人又极度懒散，所以就未必会 back up 㗎啦，即系某啲都会嘅，但系就少部分囉。咁如果你有一两条即系睇啱嘅话，就即系 back up 下。咁就多谢晒各位即系呢半年嚟嘅一直支持，即系如果我再上个 account 嗰啲跟我过嚟都系得百零个，可能都流失咗㗎啦。今次亦都算叻仔啦，我上次系玩咗好短时间嘅啫。都系最惨遇到啲即系丧尸啦，又系黐线嘅。同埋人哋收咗档，我一啲都唔开心。即系你话如果我 keep 住嘅，我都仲有得赢下。咁我即系50步笑100步。损人不利己嘅嘢，我绝对唔会做。佢哋依挺呢，就直头系损人害己添啦。如果冇你哋嘅一直支持，我諗我就应该唔会挨到今时今日㗎啦。所以都要多谢大家。另外观众朋友们，你哋都唔使太担心我。我都明白依家即係出面系咩环境，你每个月又要使多一笔即係口罩钱，你又冇得唔使，又要咩消毒用品啊，即係立立杂杂嘢。有啲呢就乘机即係搵钱啦，佢哋个机会嚟。咁我原本諗住呢度即係嗰边开返个俾我落广告。咁之后5日呢就嚟搞喎。咁啊唔係即係原本佢就係靠嗰度，咁可能即係啲观众再少少咁样就已经吸化到。但係依家你哋唔使担心我住，咁你哋即係照顾咗好你哋自己屋企人。我呢啲闲人嚟嘅啫。饿又饿唔死，弹又弹唔起，冇问题嘅。我头先讲嘅会唔会快咗少少呢？因为如果一啲唔需要睇后面系乜嘢自己讲嗰啲嘢呢，我就可以一轮嘴咁样讲落去。但你如果叫我咩睇报纸嗰阵时，系我系同你同一时间第一次睇嗰份报纸，咁我就要讲得慢少少。同埋嗰啲咩文言文嗰啲啦，你明白㗎啦报纸。但你哋应该都留意到后面嗰个画面啊，系我头先都唔记得同你哋讲，就系俗称嘅黄标。即系黄色，你见到钱嗰个位咧，就系落唔到广告；绿色咧，先系落到广告。咁你见到系十分之疏落，有时即系咁，我每一跳一张相啦，咁有6条片，咁啊好多都系6条都系黄嘅，即系黄丝就要多黄噶嘛。啲旧片都仲好少少，哇新嗰堆真系丧噶。同埋我依家都唔知我依家用緊呢个会唔会俾人搞埋。所以大家呢就最好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啦。我个都唔会出片㗎啦，都攞嚟摆下答下人嘢。等啲观众朋友报下料嘅啫。但你加咗之后，咁我去到边度你都知道我仲喺边啦。咁其实应该都会继续嘅。反正我个人都系咁懒散。我出去返工都系即系如果唔系必要，我都会选择即係 keep 住依家咁啦。因为你真係出去做嘢，你又每日一个口罩，即係有好多立立杂杂嘢啦，大家都明㗎啦。咁跟住又会增加呢个患病嘅风险。我哋呢啲人好有原则㗎嘛，事前财如粪土，咁就会继续粪土㗎啦。同埋嗰条友又俾人即係佢自己收咗自己档，咁都有少少影响嘅。即起码条气顺少少先，不过就呢个唔系我最想噶咯。最好嘅办法，即系佢取消咗我警告之后，我先同佢慢慢玩噶嘛。但以后遇到呢啲事件，我一定就唔会对嗰条友喺度玩扮傻噶啦，因为嗰啲人系睇唔出你喺度扮傻啊，好大镬，佢真系以为你傻。而且我个人就比较直，同埋呢个唔会收埋自己嗰个情绪，一有唔啱嘢我就啡㗎啦，通常或者都会夹下人啦。咁比起我以前，其实依家已经收敛到得返1-2成嘅啫。
咁啊再收多少少啦。另外就希望啲唔好嘅事就快啲离开我哋即系所有嘅香港人或者全世界，即系世界和平啦，同埋就健健康康，仲有心想事成。你哋啲愿望我就唔知系乜嘢噶啦，你冇理由要我讲出口噶嘛。另外亦都有观众朋友咧，就叫我即系一齐好似其他人咁一齐插，不停喺度烧人数簿嗰啲咧。咁我都好多谢佢哋嘅意见。咁佢都系想我即系可能揾多啲或者多啲人睇啫。但系10个讲即系有少少时事嘅人，起码有9个咧就喺度做紧呢样嘢。我冇理由走去即系揽埋一份嘅，大佬。而且即系你做呢样嘢，我唔系话错。咁但系除咗即系听完个心情即系爽翻少少之外，锯啲，好似我依家咁，但系对件事件冇实质嘅帮助啦。同埋你哋谂下一个画面，如果阿黄子华走去拍戏，之后扮演一个文质彬彬，即系类似书虫嗰啲物体，你一谂起嗰个画面已经谂唔到嘢啦。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如果可以学到佢一成已经偷笑啦。咁所以麻烦同我一齐打紧 online game， 对付紧啲丧尸同埋啲禽兽嘅队友们，麻烦你哋就快手啲。搞掂呢坛嘢去，等我可以拍多啲搞笑片都好啊。咁6分几钟啦，你哋要諗都諗完㗎啦。咁 total 531条片就有134条就係、是、有广告嘅。大约1/4左右啦，即係我拍4条片呢，即係1条可以落到广告。咁其他啲嘢听日先讲啦，忙咗成日好攰啊。唔係咁都要俾少少时间大家。如果有1-2条你系你心水嚟嘅，咁你可以 download 下嘛。同埋提大家就即系加埋我 Facebook， 仲有就话俾大家听，我应该会继续玩落去啫。咁就算数啦。但系我 set 5秒一樽同，好似你哋又会睇唔切喎。咁 set 7秒啊，后面就求其播啲嘢就算啦。多谢大家俾面，中意啊订阅 share， 欢迎靓仔靓女捐款赞助本台运作。大家加油，万事小心，戴口罩，勤洗手，冇乜必要就唔好四围走，仲要记得戴套，预防淋病，同埋最好就去啊嗰个咩黑材料嗰度留2句言啦，系咁。战家战出新意思。扮喊还扮超，奸道出汁，奸道起角，这一个奸字抽冤抢分词，为了一个问题够胆事，是有真爱吗？世间若有情，暴雨头上打，就当淋花。做奸仔阿健，我奸心奸面，用我阴招去打低妖魔鬼怪的断臂脚臂，输晒亦招势，口到浮名脚下泥。长夜晚空觅知音，一个是否错？独处天地，尽抛开顾忌，是有真爱吗？让我尽情吧。做个傻瓜，战家战出新意思。扮喊还扮超，奸道出汁，奸道起角，这一个奸字抽冤抢分词，为了一个问题够胆事。
埋骂，世间若有情，暴雨头上打，就当淋花。为知己我做奸仔阿坚，我奸心奸面，用我阴招去打低妖魔鬼怪的断臂脚臂，输晒亦招势，口到浮名脚下泥。长夜晚空力之音，一个是否错？独处天地，尽抛开顾忌，是有阵外吗？让我尽情吧，做个傻。